我不会的，这是我跟你之间的秘密。总之，做了舞女，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除非你有手段，姐姐偏偏又不是那样的人，她心底特别忠厚。你别太难过了，你姐姐也是为了家庭牺牲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不要告诉许科长。我不会的，这是我跟你之间的秘密。师君，外面来了一个急诊患者，听说病很严重，大家都在抢救他呢。等死我！我再去找他们。疼死我了！我来帮你。你干什么？我帮你换药啊！不行！怎么不行啊？护士不也是女的吗？你不行！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就是怕，我怕！情歌是你。